都在三三三，加把咱那新闻不加来做加，阿就难安。唔两一件都做嘛，比得啦咋 villas 啦吧啦吧，一件多不加来做加，是十六件多加阿就难安。嘛都咧吧啦吧咋加，把做干努加来等阿等安。罗都在咋 villa， 大多是把三里马吉拉斯多做，伊种来做吉加古阿平加诺加西糊涂，屋里本那几多啊，那么乌达阿就难安屋里，伊做做是十六件的尼阿嘛就阿嘛低嘛哩嘛哩。罗都是啦吧。一件的地面就是阿扎里先多，加是十六件对做阿就南岸的暖呀。比方在多六月十八号多做，对做伊那德德兰啊，是尼巴多的暖西湖对做啊，政治大家古多做，多不加来做生生安多加。古马古马因都做，马尾是安那只猫哩点嘛就对做马阿哈加西马阿加古母因萨伊瓦达多加是阿达卡兰多，安马巴鲁加加斯拉巴安那呀，加了等下做新布尼嘛就。咁啊，不如嚟做正大大巴扎拉努吉，对做阿就南安萨登维特维，对马阿古穆因阿哈加西，马拉马对做巴扎拉斯姆鲁吉，对阿就南安尼嘛在台湾都做，萨巴扎拉做阿勒拉克迪安，对做阿西巴比扎扎亚，对做加吉纳兰，对做吉纳乌拉马阿穆里森森桑尼吉纳兰，阿对做古穆嘛，塔比马扎对做阿西巴山里马拉吉拉斯，对做阿宾加诺胡里斯都做，对吉加古，对巴扎拉阿就南安，对做阿西阿拉瓦勒尼阿马就，萨巴。Semalam tu, anman masih lebih anau tak ikanalan tu asmul tu tu ajunangan. 国土规划要规划下去，特定区域要规划下去，但是实质上我们的生活就单单是我们住的住家的那个土地问题，根本都没有解决掉，有很多的一些担心、担忧跟担心在这里，因为我们一下又水土保持，又林务局，又什么动物法，我们的国家设的法太多了。害得我们住在山上的人不知道要怎么去喘息。谁来诠释我们的语言？这个过程里面的对话，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的语言转换成你们听得懂的语言？这个是我一直百思不解的哦，就是一个陷阱，就是卡住你的喉咙这样，不需要这样讲。所以我们在谈特定区计划的时候是非常难过。Sapuru sama jadi atakalan dan tuai itu apa pasangan lah tuai aku tuai jenis ukuran apa pasangan lauta lai itu apa naiwana naya siang lai itu vici tuai hulit sa itu nu palma maksangan jenis cai vili lai dia maju lawan ikaw lauta lai itu ayu mingkai itu pinjaman maju kita ku tuai uli itu anan cara itu menan lai sibu amasilang amala balat tuai sengsengan naya. 对我们原住民土地是会同订定，他那个位阶上是有已经在把上面。讲清楚是两个共同在定这个特定区域计划，跟未来的土地使用管制规则是什么？是我们两个部会，过去是只有内政部自己说了算，现在要原民会一起来才能够定这个东西。好，所以说我想这个东西至少它跳脱出是跟可能交通部跟什么经济部的流域还是什么特定区域来讲，我们那一块是直接在法上面是有做这样子的更明确的一个规范。过去如果没有一个特定区域把它框起来，有一个空间去做另外的讨论的话。那它大概就是国土保育局，那就是一样，就是四十年没变。今年五月一号之后就没有所谓开发许可，未来就是所谓叫做使用许可。所以这一次的两年内哦，要颁布那个国土计划就很重要。你如果一旦被划为农业区，哦，就是农业发展地区，对不起，叫做这个农业发展，它就不能够转轨了。也就是说，以前区域计划一说，农业发展地区变成城乡发展地区，现在都不行。旧的国土计划说，除了国土计划之外，还有一个叫都会区域计划，还有一个叫做特定区域计划。那现在把这个东西都所谓的拿掉刮胡，意思就是说他到时候会单独去定。Sana kita tak malah kasih nucai viril cara percara itu, macam kena lan, tuai tu apa cara cara lelak dia naya, yang tu mincu bau liuti, tuai tu aja sih ibadat, tuai tu apa cara aja sih nan, audani acarisian cara ibadat tu baru nua aja sih atakalan naya, tulis susunan yang maju tu penaj tu aja sih pusing sen tu acarisian, di jepang apa jalan.